我们看三四题啊。三四题的话呢，这看起来哈，如果是把它代入，就要变成了一的无穷大大次方哈，这个也是不定型的，也不晓得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哈，给它取指数 ，limit 哈，它是多少呢？这个是 x 哈，趋近于那个一正哈，取指数。一的多少呢？这个是，ln 哈，它得多少呢 ？x 的一减 x 分之一。好，啊，这个可以拿出来，我就变成它，变成是等于哈 limit x 趋近于一正，一的多少呢？一减 x。分之 ln x， 好啊，现在就等于哦，求这个极限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极限的 limit， x 趋近于一正，一减 x 分之 ln x， 哦，这也是零分之零，哦，零分之零嘛不定型，所以我上下给它微分 ，x 趋近于一正。哦，这负一啊，哇，这是 x 分之一，好，那就带一下去啊，所以这是负一啊，那所以哈，这就等于等于一的负一，所以是一分之一啊。